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我的工作是一个 admin assistant。我最喜欢我的工作就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和处理很多不同的事，亦都可以帮到人，这是我最满足的地方。其实我们的工作可以基本上分开两部分。一部分就是 reception 的工作，譬如和同事 book 房啊，听电话啊，或者有客人来的我们要接待他们啦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较文书或者一些细微的工作，就例如我们要定期 check 下通栏和 A4 纸的个容量够不够。咁另外有时有客人嚟嘅时候呢，咁我哋就要確保嗰啲嘢食啊或者 setting 啊係准备妥当。但其实我都有好动嘅一面嘅，就係跑步啦。其实我自己呢本来都有跑步嘅習慣嘅。自从喺2014年認识到Li&Fung嘅一班热爱跑步嘅同事啦，咁我哋就一起去深水埗练习跑步啦，跟住直到由 10K 开始去到半马、全马，甚至系100公里添。我哋呢班跑步发烧友咧，咁亦都自发咁组咗一队叫 T-Rap 嘅跑会。跑步呢样运动令我认识咗好多Li&Fung唔同部门嘅同事，咁另外咧，佢哋仲会带我去跑山啦。咁跑山嘅时候，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自然风景，咁系好靓嘅。咁另外，如果话刺激啲嘅话咧，咁有时我哋夜晚咧都会有黑夜训练喎。咁所以咧，真系由朝跑到晚啦。我中意跑步，跑步真系令到我好开心，我会一直咁跑落去。